次看把子弹把子弹让你蹲下来啊，到门口就出去，到门口出去。一个鬼抓两分钟，抓两分钟之后换下一个。Noki 快肾衰竭了，你看。Noki， 你们看 Noki 像怪叔叔有没有？在学校附近的怪叔叔。他说他说说话，玫瑰还拿啤酒跑，啤酒跑，对，还跑啤酒跑。注意看 Noki， 已经换手，换手，对，换手 Noki 要拍到。白队现在可以休息。哎，好，换手。小队，红队的鬼已经出来了。红队新的鬼出来了。注意看，哇，抓到，漂亮，厉害。漂亮。你看，像饥饿的鬼，哇，又抓到了。抓到。哇，抓到出局了，快出局。抓到的就出局哈。哇，三个扑嘞，哇，假动作，不错，哇塞，假动作，躲过了攻击。你看左边这个美女没人抓哈，抓到了。左边换人，快！交替，鬼交玫瑰，抓玫瑰，有没有拿啤酒那个？有没有？左眼圈，所有的总和，左眼圈厉害，还没死。换手，红队的鬼出来了，注意。现在最后是最难抓的时候，小豪好会跑、哦，哇，有没有假动作？卓文萱穿的那个颜色的，那个他们都以为他是白队的。小豪穿的红色的长衫，其实长衫只剩下。卓文萱，抓卓文萱，快点，抓鬼，好 ，OK， 我们越来越好了。那个白队已经死掉了。我们好，红队还有卓文萱跟谁？跟牛奶人，还有玫瑰。对，所以红绿灯判定是红队获胜，红队获胜。运动大会是从50个比赛项目挑出了10个项目，好，多少？金包是83，多少？83，83，哎呦，爆头部分，我这是第几题算不算？基本上鼓手没有接到那个球就不算了啦。OK， 第三球。不是不义，这应该算。我们前面聊了。OK。第一届摇滚运动大会，算是亚洲地区指标性的运动大会。所有的选手到目前进行一个小时，已经75%都已经中暑了哈。目前我们的护士正在拿冰桶。注意再看第四球的彩排，漂亮！多少？耶！算是内角的滑球，造成后卫。来，所以还有第几吗？红旗峰最高83。好，现在又有更强的教练。有多少？218。218，真的吗？因为这个测速箱是台中台九线都附近的测速照相机拆下来的。好，
不再是开始，正式开始。我的名字，我是香港人的派生。94，94，再唱随便投就94，九十九，九十九，没有破百。105 ，OK， 105，漂亮。刚才是示范赛，示范赛，好，现在有我们的第一棒，流氓阿德，流氓阿德，来自金门的青年。好，先试投两球，试投两球。射速将考虑再往前推进4公尺，好不好？阿德，漂亮。61，一看就知道是要牵制三垒。不是61吗？哦，是61。64，64，64。
按照今天视频的啤酒应该会降低两公里。这不算。经过土壤的摩擦，速度加快4公里。接着看一下创办人第一届的摇滚大赛，我们的军董球速，看一下，再看一下三垒教练的指示，投出，哇，85，这算是他今年度最快的球速，85。要不是没有台啤的作祟，哇，86，漂亮！最后一球，军董创办人，为军董尖叫一下！哇，86，哇！因为没有热身的关系，膝盖觉得有点疼痛。好的，再来是红队，哇，看起来是白董的样子，耶，为白董尖叫，呜呼，你是冲着我们护士小姐而来。白董，看你的了，刚才算是示范球。手背压得太高哈，手背压得太高，显然是膝盖。哎，这个有算吗？没有测到。68，随便投都68，算是这半年来最高的球速。哎，没有测到。再一个，67，看起来球很炫，但是球速没有到，这个没有测到。继续要来第五个球，都是偏高，因为长期抽烟的关系，手指跟烟产生了15年来的摩擦，造成球都会偏高，出手的位置偏高，投出，这漂亮，71漂亮，掌声一下，红队，今天算是最快的球速，一度造成测速枪的故障，耶，现在是白队吗？白队。看一下白队，78，哇，看不出来，身材在172上下的这位选手，居然能够投出这么球速，83，哇，刚好今天洋基队的球探在现场，正好合约都带来了，81，哇，漂亮，哎，最后一球。最后一球，81，为这位选手掌声一下好不好？掌声一下。再来是红队，再来一个，注意看，92，哇，92，他根本是魔鬼。居然可以投出92，而且是高压的直球。其实他的强项是在兰屿地区潜水哈，所以能够投出这个球速非常不应该。投出，漂亮，94，哇塞，造成捕手第二根食指的断裂。98，最后一球。
扶手已经受不了了，手指脱臼，外加髋关节移位。哎，真的打到护士了，护士需要急救。投出，哎呦，92，护士投出92。101，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是不是能够创下第一届的球数？我们等一下拭目以待，因为等一下要投球的这个长胡子的这一位，他上礼拜喝酒时还投出110，哇，相当的危险。或是相当，因为我们今年没有投保哈，没有投保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胡子大叔，明明就是盖打组织，哇，要投到手套里面，不是上面的音响啊，漂亮，102，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，看不出来，胡子红袜队胡须章。这个没有测到，因为测速枪在闪。89，算是白队最高的球数哈、哦。已经命中舞台4次，我们要举黄牌，驱逐出场，请离开。哎，最后一球是吗？最后一球是吗？再投到舞台上，漂亮。One more。我没有测到，因为这是通化街中古的测速枪，是不是电瓶没有电？还是不熟悉控制的方式。再重复一次，我们因为大会经费有限，这个测速枪是台东台九线都南一带的测速器拔下来的哈。OK， 102，哇，102，算是白队最强的手背。最高102，最高102，漂亮。白队，漂亮！白队最高102，白队获胜，为白队尖叫！哇，很像一群水母，很像一群水母。Yeah, 泡泡球。SEO， 你爱 SEO。有人挂了，有人挂了。Yeah, 有高门，高门。泡泡球，白队，目前0-0，红队，白队，红队。双方都没有能力得分，这是本赛事最大的特色。双方都已经进球了，一比零。刚刚进球的是哪一队？红队。白队的选手不要再冲撞了。我们有洋将美国人，再一次踢进去的，再一次证明酒量等于工作量。
酒量等于工作量。排队排队排队，加油！红队红队红队，加油！冲啊冲啊冲！的火烧岛，发挥火烧岛的精神，上了单！耶，弓已经快点快点，雷够射吗？已经够到，已经攻进去了。头顶，头顶，头顶，头顶。目前已经进入到十二码，十二码，二比零，二比零，龙进了，二比零，二比零，二比零领先。二比零，两分了，两分。踢足球，加油排队！目前排队目前在我们的看板上面下注已经达到2000万，是赌排队会不会输，持续的攀高当中。刚刚我还看到排队有球员想要用头顶射门，太夸张了，头顶射门。刚刚还看到一个红队的球员假摔，太明显了。我们看了闭路电视倒带以后，有四个地方都在假摔。看一下二比零的比数，有没有可能回车直数？注意看，哇哇哇塞，直接一杆进洞，好屌啊！直接中场进球了，中场进球，太屌了！直接我们请到我们明天请到永和我们中华足球协会报道。我们跟你签了10年的约，好不好？请你规划为台湾籍，规划为台湾籍，户籍登记在兰屿乡渔人村8号马拉欧市的户口上面。哇塞！刚刚直接射门3比0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你看这位选手趁人家不注意一直在踢球，注意看。还有人穿钉鞋上场的哦，哇，你哈哈，又是一个假摔，又是一个假摔，哇，已经攻到门口，
完全没有放过，继续在攻击门口，已经丧心病狂到了一个极致，就是要把排队的门口直接杀个没完没了。3-0的比数，有没有可能回天乏术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请大家多多录影，请大家多多录影。我预计明天是第3版跟第4版哈，在健康版那部分，注意看，本球赛创下泡泡球最僵局的一个局面。目前球已经在2号球员的手上，整个人已经倒冲，像插秧一样，但是还是有运动家的精神爬起来。按下按钮，结果是马达的声音。继续穿越中线，哇，射门！哇塞，随便踢，中线射门可以进，4-0，哇，4-0。十分钟到了没？裁判，十分钟到了没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还没有，十分钟还没到，就已经进了4分了。时间越长，对白队就是一个折磨。4-0，零时。我继续喝啤酒。我觉得憋好久了，真的有气。我们10分钟以后对场上的球员进行9次，啊！好，10分钟到。